大士元醫保，每人最多有8000元扣税額，買埋俾屋企人，自己仲可以扣税。強積金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同延期年金都可以扣税，加埋每人最多有60000元扣税額。嘅每三個有個人醫療保險保障嘅香港人，就有一個用 AIA。我係，我係。為了答謝大家咁多年嚟的支持，趁住我哋100周年，將呢個驚喜帶俾你。4月1日，密切留意 AIA 最新動向。4月推出強積金可扣税自愿性供款 TVC， 強積金成員設立或開立 TVC 帳戶，作出自愿性供款，就可享有稅務優惠。TVC 龐大的生意商機，你準備好未 ？TVC 為僱員及照顧人士在準備退休生活的時候提供更多的稅務優惠，你怎可以不參與啊？你一定要參與友邦企業業務。多做 MPF 可以幫助新入職的同事增加見客機會，經驗豐富的同事更加可以透過多元化的服務，多些新生意的商機。一定要好好利用 TVC 這次機會啊！拆友邦企業業務 ，TVC 一定得。掌握市場優勢，齊做 TVC， 我哋一定撐友邦企業業務。同事快啲考牌啦！有牌照嘅同事記得提早做好準備啊！全民起動，把握 TVC 商機。